南都娱乐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， 我在南都娱乐接受快问快答的挑战。一般，没有什么，就可能我比较佛系吧，就没有什么人想挑战的。俞敏君，因为他会帮我们打扫卫生。普凡吗？挑弟弟，挑弟弟，我个人比较偏向于李全哲啊，或者有长靖。我个人比较喜欢 trap 一点的音乐，五颜六色，没有什么喜欢的颜色。也长得最帅。娱乐活动我会打游戏啊，或者看电影啊，对，逛逛街啊什么的。鬼故事吧，表情包吗？就是我希望粉丝们可以在2018年也可以更加富富贵贵，然后好好上班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然后能多多赚钱，然后呢，就是祝粉丝们怎么说呢？就是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然后能多拿点奖，什么什么，多拿点什么奖学金啊，什么年终奖啊什么的，然后大家都要变得富富贵贵的。